我对伊的尊敬。 是安怎讲？我这辈人可能看过，社会上真多人真潇洒。我是其中之一。是安怎样？我有缘分，甲伊这个了解，因是熟识，因年纪八的时阵，我是中上的学生军。 支部就设立过去台东市要所，所以小时候真贵，因每年拢伫遐出力，所以我做囡仔我十四岁，但伊甲我相差三十几岁，迄当阵已经四十岁，这个囡仔。 壮壮拜英雄的心理，因为伊无外大汉，肉乌起乌起啦。但迄阵伊穿一身乌的西装，但特别的所在，伊身躯边两边下两边底穿，所以囡仔对英雄的崇拜的心理。 也要有八成八后，但是阮经济将近七十年，三月初十要退出台东市的前夕，五点外，伫指挥部头前有一句对话，就是伊的。 外省啊，我讲阿哥，你要一束飞扬好，好我那要。但夏正贵阿哥，南溪囡仔下昼时，黄铁的市长已经放出来，但我做囡仔听有这个内容，但这句话记得真清楚。但以后，我甲我的老师。 张启贞老师，同期写作后，二八的过程中间的过程，但以后我有甲几位前辈，因为几前辈，当时也介二八期间共同作战，我就是过去老大将张胜利前辈。 日据时代，在大正朔的时阵，台中与台北的中间，张胜利前辈甲萧少芳前辈同齐，关注分判十三，甲康熙的中间，因则加上出，我了解这个前辈。 的经验，但是我进一步，就是陈鸿明老师在戒严时代，伊为要采访谢少龙前辈的生平的历史，伊飞去中国去采访啊，一挂资料，所以写一本谢少龙评断。 我看这篇论文，我买二十本送给我的朋友看，了解。我再一个是，这政治人物要了解，一世人会
对政治的坚持的态度。所以二十几年前，二八跟追随伊退出台湾，流亡香港，你也进入大陆。郭水文前辈是伊的副官，我甲吴廷道兄三度去当时拜访。阮的会特别拜做人会，邀请郭水文前辈来讲伊这段时间伫大陆的经验，安怎甲共产党斗争。所以是，我讲一个政治人物要评价，要讲出盖棺论定，但无一定。我一直尊重两位前辈，一位是苏老，六七十年来坚持伊的政治主张。不管环境怎样恶劣，无改变伊的政治态度。搁一位，对谢少龙前辈，伊伫中国1953年、1956年两届三反五反，这个三面红旗，就开始伫斗争。斗争是什么人？对过去老大中在斗争，但伊无困难，甚至最后无法度革命，该斗争伊也无困难，一直坚持台湾的主体性，在遐恶劣的环境，伊无困难，所以让我非常敬佩。所以30年前，阮有一群朋友要出一份台湾历史人物的概念，每一个月介绍一位台湾历史人物。中间12位内底，我写两位，一位是陈志荣，一位是谢少龙。我30年前，我都下集谢少龙的故事。我一方面，拄则在访问的中间，我讲这个过程中间，我拄则甲讲报告，在二八期间这段过程，甲伊讲的句话，我毋是今仔日直接讲，我是10年前。国家人民博物馆出一本文字，叫我写。我写的时候，我是写我甲西求洞房的日子，介绍一寡未讲话的人，偏讲的。但尾仔要出版的时阵，陈明祥兄做编辑，我为啥？啊，你的部分都无写，我替你写，我做。我既然安尼，我家己来写这段。啊，这段就是安尼，我的这个台湾意识是梦魇，是经济是一个一系列。因为虽然我真少岁，14岁都认识吧，但整个过程我跨入当中，所以受这二八的刺激甲影响，就是我个人，我共一辈这人。拢总是共款，一份心意。搁再一个，拄则有董事长讲过，真侪人毋捌谢少龙，话讲伊是共产党。我一只要甲各位做一报告。第一个，30年代社会主义是世界一个标准。凡是知识分子，无看见社会主义的钱，
就是地下文字。所以李翱翔基你的文章上讲，伊是共产党。因为研究真侪人，一定爱去研究社会主义马克思。我是读经济，读经济人都无看《资本论》，伊无法度去研究经济。在迄个环境之下，我看到《资本论》，所以我咧讲就是讲，整个迄个社会潮流。